明宪，我上次记得你有在唱那个《爆梗图》，对不对？嘿，对不对？黄山亮老师的歌曲。对对对，上次就第一次出赛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。是。今天有亲友团，对不对？对。在这边以歌会友认识到的朋友。真的哦，哇！所以飞鱼真的是好地方。所以他们是来听你唱歌之后才决定今天要来的吗？对。真的，哎呦！刚刚认识的而已。刚刚认识的，路边听到他在练唱进来的，是不是？你们很浮夸哎，我都。不过很棒，唱歌可以认识到非常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。然后你今天要带来的歌曲真的是有点跌破我的眼镜哎。你不挂眼镜吧？隐形眼镜破掉，你不看吗？隐形眼镜破掉。那来这一首算是很经典的台语歌曲，对不对？对，杨宗宪的《喜悲卡》。不过以你这身装扮，你是要用这那个刮喜？因为本身喜欢歌仔戏，啊、哦，对，在戏班，台南的戏班也有在演出，厉害。所以人家说喜悲卡卡固就是你的，在座的朋友，你们站久，这个舞台就是你们的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好像刚刚没讲完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再一次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太好了，所以我们明宪就要带来这一首喜悲卡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
掌声鼓励。哇哦！谢谢。